北市石门区十八王宫庙旧址附近核一厂旁边的边坡杂草，今天下午发生火警，目前火势已经扑灭了，消防队还在现场处理善后。画面中可以看到的是，熊熊的烈火不断窜出，火势烧得相当猛烈。幸好呢，没有人伤亡，也不会影响到核一厂。而根据了解，疑似是因为屏东某个庙宇来进香释放的烟火引起了火烧山，只是详细的原因目前还在调查厘清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